啊，刚刚没有一起跳上来啦！走了走，走走走走，打那个火打不赢，哈哈哈！结果是我刚刚走太快把它遗弃了，哈哈哈！想要试试看那个，咚啊不痛啊，咚，哈哈哈！咚，哎，其实还不错啦，至少不用。 而且他过不来，我就可以这样把他泡到死。耶！好贱！等一下我先去大酒岛好了，之后我再拿那个大炮去打那只大手看看。耶！我可以利用那个，我就制造一个墙壁，然后让我过不来，然后我就利用这个大炮一直这样打，把他打死，好像不错哎。完全就是耍贱。对，你是。 太远就不理他，然后也不会掉什么好东西给我。哎、欸，他来了，他来了。你好，哎、欸，算了，他走，哎、欸，他卡住，他卡住。你不要挡我的这个，嘿，哈哈哈，继续耍剑，看我的大炮，赢了。 利用那个，他们可他都没有掉东西，利用地形差。我打算不理你们了，你要追就给你追吧。这就有点太多只。No， 我的一个 NPC 被打到了，走走走，不要理他们，不要理他们。哎呦，差点被瞄到。哦，我跳好远哦。他应该不会一直跟我跟到。 牢房吧，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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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有一定的距离，超过他们就不追了。哎，你好，打你们实在觉得太麻烦，拜拜，拜拜。哎、欸，那个人不见了、欸，就是不应该，哎、欸，又出现了、欸，他刚不是不见了？ 咦，你看得见我？虽然是讲一样的话，好，不要理你了。反正你又不跟啊！我在干嘛啦？我干嘛又点到啦？走开啦！好了好了好了，先打这只打掉好了，你在这边闹。走开走开走开！我有队友，我很强，团结力量大。 太多只了吧？我看怎么，没吹到，怎么那么多法师？我这边有一只，你们偷放我，没中哦，活该活该活该，把你关角落。哦，怎么越找越多只啊？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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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不要！ 算，也不行。那，哎、欸，这人越赢越多，哎，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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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大爆打一打，嘣，这样就够了，呵呵超简单的。而且、欸、闹得可真大呢，你干的挺漂亮的嘛。嗯，大姐头，他们这样叫我没错啦，你叫我雅美坦就可以。欸、打吗？打几个打？ 雅美达，雅美，我念起来怪怪的。雅美达，所以你究竟是什么人啊？长得一副乳臭未干的模样。嗯，现在似乎不是聊天的时候，看来怪物聚集过来人了。详情就在路上听你说好了。来，我们一起超出重围吧。哦，有王的声音哦！下。 我要先把大炮回收。哎、欸，大炮嘞！哎、欸，我好想要射他，你们不要这么乱。嘿、欸，啊，哦，有时直接其实直接用那个翅膀飞走就好了，算了，反正他们都快死了。死人哈！
主要往打倒有拿到东西就可以绕跑了，反正他们应该都会跟回来吧？有一团都回来了，耶！有新角色了，亚美达，哦，念起来有点怪怪的感觉。总算是回来呢，这多亏了你，我要再次向你道谢。这座基地我还以为毁损的很惨，但现在却相当整洁呢，哪里整洁？你们有问题吗？ 原来如此，白珠是你把它整建好的吧？看样子你是创造师这件事似乎是真的。如果和你这个创造师一起进行，说不定就有办法完成那家伙的研究了呢。从前我曾经待在某个发明狂底下担任过类似助手的工作，我是打算运用当时的知识或者解读笔记来开发出能够打倒怪物的兵器。 但怪物们好像也想要这些知识，所以我就被他们捉起来了。也罢，想起之后，想起之后再说好了。我身上又是汗水，又是什么的，搞得黏哒哒。还是先让我好好泡一下温泉吧。<笑>真的是跟他们来说，跟他们说一样，他们回来第一件事就是泡澡。哦哦哦哦，大姐头，大姐头，大姐头终于回来啦！大姐头，大姐头，大姐头是多兴奋啊！大姐头，哦哦哦，太好了，太好了，呜呜呜，白猪，白猪，白猪。 大姐头是我们的希望，多亏你将大姐头救了出来，真的真的谢谢你啦。嗯，你说什么？关于牢房前的男人所说的事感到在意，指的是你看到的幻觉吗？好不容易救出大姐头，你就别泼冷水啦。总之，你成功救出大姐头，我再怎么向你道谢都不够，就把秘藏的道具做方法传授给你，当做感谢的心意吧。那不是应该早就给我吗？我都帮你们那么多了，哼，只要有这个。 总有一天肯定能达到龙王，你就尽早锻炼出理想的身材，我才不夜里。哦，就只是生命果实，我也是什么好道具，真是的。虽然生命果实很不错啦。哎，哑铃，用来锻炼身体，它只是个装饰，这样就有可能真的用。吃。耶！好，又新任务了。我说白猪，虽然你才刚救出大剪头，让我有点不好开口。 不过你要不要再帮基地多做些各式样的东西？身为让身为创造师的自己更加成长，你也想展现帅气的一面给大家看，对吧？没有诶，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当然了，要制作什么都行，就随便你的意思，让制作基地更加发展吧。就像是要让我升到三阶就对了。诶，不要动了。诶，他们怎么没有去烤肉给我吃？你们这群，<笑>他们旁板就飞飞了。 诶，如果在温泉加肖像画可以干嘛吗？不能。怪物纹地板装饰。嗯，整理一下，我现在要升到三阶嘛，所以我就把刚刚打到，诶，下一页，把刚刚打到装饰类的东西都拿出来用。先存，先睡个觉，晚上了。 哦，我要再多做一个床了，因为现在多一个女的，多了一个大姐头啊，感觉她有什么故事哎，就曾经有杀过人还是什么的，哦，再做一个床，要不然少一个人可以，好，少一个床，好啦。 就可以了，全部都可以睡。装饰一下好了，这间房间看起来好单调。哦，龙骨有500哎！哎，对，砍树，树又长大了，很好，哦，好大哦，反正只是暂时而已。好大，放在这边，我记得好像要放在房间才能加分，但外面不行。啊，我把这边用起来当做装饰好了，我先砍树，先砍树。 大树砍一砍，缺木材。哎，大树，大树，确实提醒，这么重要的事怎么可以忘记？好啦，再把它送回去，<笑>整个超好回收再利用的。清冷攻击聚集了怪物。
啊！随便中一中。哦，那个蝎子，直接钻进来，被打不痛，好开心。把这间房子用起来，然后……啊，我缺土，为什么？来放装饰品，这样我就可以升到三阶了。走开了，走开了。那我是不是要先去找一个门？ 要去盖一个门。补起来。OK。 哎，对，应该是外面这一层就好了，这个不需要。好，应该不行。那这个一定要把，好。 大家门加那个，家有个火把就可以变为房间了。我刚刚是有拿到很多装饰的，对啊，拿出。哦，门，我身上应该没有门吧？没有，就个门。要再发展的门在哪里？门。 哎，哦，这边这边木门呢，比较好，对不对？150，好，算做木门好了。反正现在我外面可以洗木材了，我可以一直种。好啦，有一个房间啦，升三阶了，耶！然后他们就没有来给我啪啪啪啪啪嘞。 哦，感觉不错嘛，也许是错觉，总觉得你的肌肉似乎也增加一些，绝对没有。好啦，白猪，虽然平安将大姐头救出，不过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救出大姐头终究只是第一个目标，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打倒支配这里的怪物老大熔岩魔人。你应该也听说了吧？大姐头以前曾经担任过某个方面教的助手，他制作的兵器知识相当丰富，只要和你合作，肯定能发明出厉害的兵器才对。 好啊，白猪就跟大姐头一起发明出能打倒熔岩魔人的最强兵器，大家一起吹散笼罩在麦拉天空的乌云吧。要发挥几积极力的精神，就是那个极抗的极的怒。你会协助我们到最后吧？会吧？兔肉牌，干嘛就给那个肥肉牌？给我什么小兔肉牌？哎，没任务了。哦，有大姐头，大姐头，嗨。 白猪，事情我大致上都听说了，还劳烦你照顾他们，真是谢谢喽。而且你还愿意帮助我们对抗熔岩魔人，是真的吗？要不然呢？能怎么办？嗯，你说什么？发挥几积极力的精神，帮到底。我怎么他们都把那个你也被他们来对啊，被毒害。谢谢你，白猪，你帮得大忙。哎，我饿了吗？等下我再吃东西。只要有我的发明知识跟你的创造能力，就没什么好怕的啦。 那么立刻来开工吧，白猪。我首先打算为这座基地制作用来击退怪物的兵器。兵器的点子我从以前就有了，还画好设计图并规划建设预定地。但光靠我的头脑，不管怎样都实在想不出让兵器启动的按钮，所以希望你可以立刻身为将用身为创造师能力协助我。麻烦你了，白猪，构思出用来启动兵器的按钮，然后在基地里建设。 预定地上照着这张设计图做出双管炮台，哦，感觉不错了。得到双管炮台，它是预计在哪里啊？哦，地上开关，摆下的时候就可以启用墙上开关，好方便哦。不管你用踩来用按的都可以。好小一个啊！而且它预定地是哪里啊？这里吗？ 他没有跟我讲预定地在哪啊？哦，我再跟他讲话一次好，所以他会讲。怎么样，白猪能够顺利做出双管炮台吗？白猪，可你还真的有办法跟那些肌肉男相处到现在了，我已经受不了好吗？今天大耳朵肌肉的很烦，对吧？超烦。不过并没有恶意，就请你原谅他们。好，白猪为了保护这座基地和他们，快点在基地的建设预定地上照章做盖出双管炮台。欸，我真的饿了耶，赶快吃，赶快吃。 谢谢提醒啦！是贼
大小应该看起来应该是这一块哈，因为就这一块大小刚好符合啊，那我就放这好了。应该是没错，很好。所以我要做出两个炮台，两个大炮哎。刚刚身上有一个，哎，我那个炮台我把它放进去。哦，炮台一号先上。哎，哦，它下面要先建铺地石，哇！ 铺地石哦，要怎么做材料够吗？看一下，我看了。铺地石啊，有石材跟煤炭就好了。好险，我刚刚无聊打一些石材。此地版主，哎，我还会有石墙主，结果没有。好，我多开一个。 上面盖好了，上面盖才不会一次盖到两个。哎呀，盖错啦！哎，没了，负一竟然负一，要再做一组，看一下哦。真的耶，要11个，好心机哦，就是逼你一定要做两组出来。啊，不够了。 缺石材，石材还好啦，简单，去那边就随便敲一颗石头就有。希望我做的是对的地方，要不然到时候怪来了有没有？做错的地方了，完全射不到他们，<笑>就整个超废的。应该是吧，它就这样子摆在那了，就是地的大小看起来是一模一样的啊。应该够。 嘿，你好，拜拜，拜拜，你就可以做了。哟，铺地石，嘟嘟嘟嘟嘟，最后一个，啪嗒，然后炮台，啪嗒。 这我还需要一个地上开关，一个炮台，一个地上开关，红油弹簧跟铁块。我刚弹簧是做对了，然后大炮啊！哦，岩浆电池也还好用，耶，可以做大炮了。 我是应该可以做一个大炮放在身上，这样出门打怪的时候可以拿来投射，很方便。那就先盖好这个再说。哎，好，剩下开关。好了，次地图，我应该是盖对地方了吧？哦，哈哈，啊哒！ 好的，这样如果怪刚好掉到那个洞，我就可以这样子在那个一直射那边，<笑>打到鸡眼，好像缺土吧，顺便帮我吸一下，火方便，来吧，好像把怪引下来下面，然后就在那边射它。我来做那个好了，为了让怪没办法爬起来。 这样到时候他就只他掉下去他就上不来，然后我就可以在上面偷射他，开心。我的陷阱，哈哈哈哈哈哈！到时候我第一个任务先把敌人引去那里面，然后我就开始这边一直踩他，以后都这样攻，以后都这样守城就好了，开心。我的计谋到底会不会成功？你不要跑上去啊，这样很难跟你讲话。 哦，不赖嘛，白猪。依照我的示例图做出双管炮台了呢。一按下那个按钮，便会发射炮弹，就用那一口气将怪物轰掉。嘿嘿，嗯，你说什么？我熟悉兵器让你感到意外，哈哈哈。那倒是没错，毕竟我是率领一群肌肉男的女人嘛。
我在很久以前曾经在一个叫做莱拉的发明狂身边当助手，我的知识全部都是照他一样画葫芦，现在只是为了打倒怪物而拼命去回想起来罢了。但这也是有极限，所以才会希望白珠你来帮忙。我设法回想莱拉的发明品，你则帮我将它具体成型，然后一起开发出能够打倒支配麦拉这里熔岩魔人的最强兵器吧。你和我今后就是搭档了，请多多指教白珠。马上就要战斗关卡了，我先存个档，然后再试试看我的那个炮台计划是否完美。炮台陷阱，存档。是的。好，走吧。你问我莱拉那个发明狂在哪里？莱拉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啦，他在很久以前就被杀死了。白珠，现在应该不是闲聊的时候吧？跟我们盯上从城堡里逃出来的我，现在似乎正准备进攻这里。好了，白珠，准备和怪物战斗了吗？是的。白珠，我想你应该已经听错了，怪物中若有烈焰怪，就得多加小心。但凭我们目前用的武器，是无法打倒烈焰怪的。记住，针对操纵烈焰怪的魔道士进行攻击吧。魔道士可以瞬移耶，所以我是那个陷阱教来说就没有用了。可恶！这里攻击吗？拜托你们从这里出现！看到我了哈！快点，这！下去！耶！好，对，那边不要动，乖，对，就在那边。好，咚咚啊！他们会扩，射不到，可恶！果然想太美好了，是不可能。你们按一下按钮好不好？拜托。那反而，这样可以，他们找不到我。其实这样也是可以的。啊！我掉下来了，我被打下来了！混蛋！可恶！你们害我的计谋失败啦！他们现在都散在一起，所以都会互撞，撞不到我。是。但我的大炮就没啥屁用啊！对哈，我应该用他们打不坏的材质盖一个地洞。之后再研究，先把他们干掉吧。这个我还打不赢啊，所以我要等法师。对啊，应该要放石头，刚没有想到那么多，忘记果然也会怪物也会破坏东西。没关系。之后，等这群打完，我再制作一个陷阱，用石头。他怎么了？他是宕机吗？赢了，这场战斗赢了。哎，当然我好像对，消失。还有哦，是三波哦，我以为只有。这两波哎，敌人变多了。马队，四个兵，还好。大姐头没有出来帮我打架哎，突然想到大姐头，死吧！剩还有两只，这打完应该就是队长出现，算是小王小 boss。素云去哪了？不要在那边乱，队长哦，好，你们在那边打，这应该可以用，耶，可以，你把它引右边一点嘛，右边一点，过来这里，no 近，啊，一锤我的那个就没了。一锤我的炮台就坏了 ，no， 太 OP 了吧？可恶，我枪快被你破坏光了啦！我们家应该要换个他打不坏的材质。
哎，旅途这么红，我又可以到新地点了。耶！啪啪啪啪啪啪啪！你成功打倒怪物了呢，谢谢你喽，白猪。嗯，你是问为什么怪物会盯上我？他们啊，是想要从我口中探听出莱拉的发明秘密啊，目的是滥用莱恩的发明，借此强化成更强大的怪物。所以呢，为了守住莱拉的发明秘密，我们就一起合作，一步步开发强出强力的兵器吧。我想想，首先第一步，针对我们攻击无法奏效的怪物烈焰怪，我想开发出能够打倒他的武器。而说你刚刚取得旅途之门，有没有办法通往雪国加雷亚地方？欸，所以现在是雪地哦。我想只要能前往被大雪覆盖的加雷亚，肯定能取得巨大的冰。如果有冰的话，应该就能做出莱拉所发明用来对抗烈焰怪的武器了。拜托你喽，白猪，到红色门的另一头去寻找冰，并带回十个吧。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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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把这个修复一下。整个鬼招牌尿尿啊！我怎么听好听到好多叮叮叮叮叮叮叮，怎样叮叮大放送？交给我的队友们就好了，他们 KD 的。刚是长怎样？好像是长这样吧。大炮兵，继续整理，进去。都进去。疯狂炮台，就留在身上吃。好，我的大炮呢？这边。攻击长怎样随便啊，可以发射就好了。好，有 OK。 有新人，有一个看起来比较正常的 NPC 了，总算不是肌肉棒子了。我朝向远方看见个光柱，越过海洋高山，总算抵达这里。可是这里到处都是肌肉啊，难道我们是在地狱里了吗？哎呀，你看起来似乎比较正常一点，我也觉得你看起来比较正常一点。这里是哪里呢？你究竟是？哦，你说你们把这里当作基地在对抗那些怪物，真是了不起。我叫做科尔特，来自被冰雪覆盖的加雷亚地方。拜托，请让我也居住在这里吧。OK 的 ，OK 的。啊，是白猪，请你听听我的烦恼吧。我原本待的加雷亚地方有个名叫雪尼利的女孩是我的情人，其实我们是一起朝这道光芒出发的，可是却不知道在哪里走散。虽然我想设法将她带过来这里，但是又会烦恼究竟是否该带她过来这种住在一群雄性野兽的肌肉地狱。这担心是正常的。你说比起寒冷的雪中，处在肌肉当中还算是好的。哦，果然是那样，没错呢。谢谢你，我终于下定决心了。那么我就拜托你了，白猪，请你将雪尼利从雪国加雷亚带过来这里吧。对了，这些肌肉发达的人来帮忙或许也不错。我的温泉没事吧？好，没事。好吧，再带他们出门去新世界吧。走。就是要绕狼一起欺负怪物，走。哦，还有这只。走，好了，可以绕三个人了。加两个有任务就应该就不能绕狼。我要用一下食物了，我身上好像快没食物了，剩一个排骨。谢谢，虽然不知道谁烤给我吃的。烤这个吧，只能一格有。那就烤兔肉排，可以六个。好、啊。不是，你还是要跟我出门的。啊，砍树。为了防止以后缺木材，大棵的都砍掉。
怎么只有？不要挡我啦！我们这群肌肉人。好了。我的新的旅途之门呢？我的旅游中了红呢？啊，我刚好似乎在干嘛？等一下。 食物在拿出，哎、欸，我托牌门多个嘛，我、哦、这样目前应该不用怕饿死。哦，在这里看到了，先把我们换个位置，放在后面好了，这边感觉比较方便。我是不是应该想要把城，算了，有点麻烦。 照顺序来，第一个拿到的，哎、欸，他这有时候不太好对。第二个，好、啊，哎、欸、，NPC 走开走开走开，不要挡在那边。好了，耶！新的门开启了，你们要过来啪啪啪，对不对？我就知道。走吧，接下来应该就是雪地了。